台湾，你说他们以后出生了之后，他们能听话吗？台湾，啊，他们能听话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们如果以后不听话的话，我指定得揍他，指定得收拾他，信不信？啊，以后就打他。不揍不揍不揍了！不听话，我肯定得揍他呀！我拍他，拍他，揍他！哎，好，不揍不揍不揍他了啊！听话听话啊！我吓死你！哎，吓死你！哎，看你们以后不听话，吓死你！吓死你！吓死你！哎，好好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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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好啊！你看我家三文的老大老二都出生了，他俩都是小姑娘，可漂亮了。他们三文可像妈妈的样了。对他们照顾有加呀！你看看三文，像一位合格的母亲呢。三文，看看，给他难受完了。一会儿生完之后，让我家三文好好休息休息。哎呀，三文，真不容易。看碰着，哎呀妈呀，三文，这家伙太敬业了你啊，三文，啊，忽悠忽悠的呢。哎呀妈呀，三文累完了。太辛苦了，真的，生孩子、生宝宝啥太辛苦了，真的。看看，给他难受完了。一会儿生完之后，让我家三文好好休息休息。哎呀，三文，家三文累的，困完了。哎，这两天也没逮着休息，一直吃，这小崽子一直吃，一直喂，老负责任了。啊，三文，你看，老二拉粑粑了，三文，看老二是不是拉粑粑了？啊。天王盖地虎啊！啊，他能把腿搜一搜啊？啊，这腿能不能搜一搜？啊，你这姿势有点像个大王八，这个。啊，哎，像个大王八！哎呀妈呀，真是的，咋让干青了呢脸？小小，你这啥姿势啊？啊，天王盖地虎啊！啊，哎，三，看我，三，土狗来了，三，土狗来了，丢没丢？丢没丢？没丢吧？啊，丢了吗？丢了吗？啊，吓坏了，吓坏了！你说你们两个小可爱啊，飘了吧？啊，没事打什么仗啊？你告诉我啊，本是同根生啊，啊，相煎何太急啊？你告诉我啊，以后你俩谁再敢打仗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？啊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？啊，开玩笑呢，不打不打啊，不打。这干啥呀？